是 Janet， 是 At the Migrant Shack Challenge 的 Top 5， 也是Diamond Master， 不中软地 Perfecto Center 的中心长。啊，我是 Steve， 来自槟城，也是 Aye Dams Michael 的中心长。哦，我是 Joyce， 来自槟城大三角，今年29岁。我是 Beryl， 目前是爱多美的钻石大师，也是 JB Gaya Center 的中心长。我是来自美丽的山城怡宝，大家可以叫我 Eddie， Diamond Master 也是 Auto Sales Master。 疫情过后我就开始工作，吃喝玩乐嘛，弄得肚子大大的就很难看。我最高最顶峰就是去到146公斤，走路都会喘。爱吃，很爱吃，因为你在槟城很多美食，然后会一直吃，好像 food hunting 的。因为我本身是不喜欢运动的人，就人家一分就饱了，我可能要3-4分我才会饱，还要吃甜品那些。到有一天我的 Instagram 哦，如果少 post 一个食物 story， 朋友都觉得我生病了。可能中学就是已经对自己有要求的时候，我就开始一直在减肥减肥减肥，可是一直都达不到我真的想要的那种效果。做的该做的都做了，到底是缺少了什么？可能每天穿 T 恤看不出，可是当你要表演的时候，要穿可能比较有露肩的，是很壮的，就很不满意。而且上镜胖10斤，减肥都是我需要在拍摄的前一个礼拜才会去减肥，而且是不健康的减嘛，就只是节食，而且又吃不营养的东西哦，所以瘦下来也不是很好看。当我肥胖的时候，我当然是会觉得自卑啦，看别人都是哎这样美的，做什么我这样胖的。当再看到或者又有给人家问到的时候，就会很伤心啦。那时候我是做生意的嘛，就跟着爸爸做生意，就遇到经济的问题，我失去我的信心啊，人就暴饮暴食，加上没有运动，三高都找上我。医生给我的意见就是去做多点运动，要去减肥，控制我的饮食。那时候我还记得有一天，我早上起床的时候我是下不了床了，坐骨神经有问题，幸运我打了针，做了物理治疗，我是没事的。过后医生建议我就是要把体重减下来。我以前我都有去试过其他产品吃了，然后这样就没有效果的。然后过后呢，有一些呢，甚至就是喝了啊，吃了它会拉肚子、泻肚子。我跟你讲，那个痛真的是怀疑人生，痛到。我也尝试过断食，不过复胖的很快，有一点小晕啊，胃痛啊，就是感觉很不舒服了。自从我加入爱多美过后，我又一次用它产品，就变成越来越有信心，所以就没有想这样多，就一定要就对了。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一下，看可不可以把那个梦想真正的实现掉。因为参加这个 Great Shake Challenge 的活动，反而让我有一个动力，体重比较重，所以运动比较辛苦。所以一开始可能是先走，然后慢慢加，到现在都是可以跑步啊那些。Atomy Easy Enjoy 我最喜欢的。一，它喝起来很好喝，不像外面的就是很难喝，有一股味道。但是爱多美的真的是很好喝，好像我们在外面买的那个milkshake 这样子啦。我又不用早早起身去准备，我只需要半个小时一起身，喝了就可以出门了。有时候好像你放工太迟了啊，就反而你吃什么都是更加胖的。但是这个回去就算几杯啊，很容易冲泡。太简单了，倒水下去摇两下就喝了，不会有饿的感觉了。我一天就是吃代餐，吃 protein， 然后吃一餐正餐是211的餐盘，然后就有摄取很足够的营养，综合维他命咯 ，Vita Energy。13种维生素跟6种矿物质在里面，就是我还是很有体力的去做我想要做的东西，像跳舞，还是 go 100，哇，那个太阳晒到，可是我们完全没有这个问题，是很不一样的瘦下来的，那个整个体型也会变得比较不会松松这样子，不会很像有过多的脂肪堆积。然后最重要是一开始有 set 一个 target 啦，就是有一个目标，然后跟那个时间去
就是一步一步慢慢去走，就是可能吃多一点 protein 啊蔬菜，然后配上 Atomy 的产品，很吓人的效果。有没有这样的效果过？这个十个星期了，我每餐都吃得很开心的，120公斤，到今天减到剩83公斤，前所未有的体重，自信真的回来，最重要的就是找回我的健康。之前圈内有跟我讲 ，gym 也是很重要的，就是真的要有线条感，不管是什么情况，那个状态都会是最好的。现在我可以做2个小时，明天还可以去爬山，就这样，感觉真的很棒，因为你身体轻了，还有你的 muscle build up 了。这一次我们去 shopping mall 选衣服的时候，因为以前在 mall 我几乎买不到衣服的，对那种心情啊，然后竟然我穿得上这些衣服，我也不会形容，太好了，就是一记棒啊。其实身边很多人都有问我啦，怎样去瘦，所以我会跟他们分享爱多美的产品，就是很轻松很简单的去瘦下来。谢谢爱多美让我有机会可以跨出这一大步，让我来一个不一样的改变，从以前没有自信到现在非常有自信。我的目标就是要 build 大致一点，要给人家看年龄不是一个问题，有决心更有耐心就可以了。所以想要瘦身的朋友，记得关注爱多美的瘦身产品。谢谢爱多美给我全新的人生。